火，手续大顺。19年就黄生是阳历，他是阴历，刚好是对碰到一次。我生那个妊娠以后的第二年，就刚好是我们两个人是阴历跟阳历同一天。你要给他一个大可，婆婆要吃蛋糕是不是？我先要去给龙婆婆，龙婆婆切蛋糕了哈。好，我缺，我不会。米雷娜，我的英译的。米雷娜，我的英译。米一来帮忙好了。好了好了。我这个人最方便。